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李新泽，在《燕归西窗月》当中呢，饰演的是阎伯阳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找去！阎伯阳这个角色呢，还是比较开朗，然后大方，然后对情特别专一，对兄弟特别仗义。这个角色的性格跟我本人的性格还是比较像的，然后呢，对待感情啊，对待兄弟啊，都是特别仗义专一的那种。我跟汉生那可是兄弟啊。就比如说那个开玩笑啊，现场跟大家聊天啊，先闻其声就知道我到了。我觉得我们俩就是有点像欢喜冤家那种感觉，就是刚开始就很讨厌他。这个不是给你做的，不吃饱了哪有力气踢球？然后但是慢慢发现他跟苏卫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，哎，发现有时候经历过几件事情之后，然后就比如说苏卫帮他被别人打的时候，又是苏卫挺身而出。今天谁敢动阎伯阳，我就敢动你。然后就慢慢的产生了一些好感。这部戏你一定得看，所有演员都在相互给戏，相互搭戏，就算拍完现场，就是拍完了，他也是会留在现场给大家搭戏。这是一部我觉得大家都在用心去努力的一个作品，我是觉得你们一定要看。抖音。